每集啊，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名人。那如果是您呢？您会想邀谁来一起吃饭？你能把我邀请啊？太好了，谢谢公司。最疗愈大还是妈妈的家常菜，就炸酱面。我觉得，对啊，从小吃到大，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把那个炸酱啊放在一个罐子里，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带去。那后来就是常出国拍外景啊，等等等等，回来之后呢，就是吃炸酱面，那就会让你马上就，马上就恢复精神，这很重要。邀到周润发是不错的，对，我喜欢他，他可以去外国拍电影，还能学英文，我喜欢他的生活态度跟做事的方法，这个人聪明又懂过日子，而且也自律，还能把生活过得很好。请他吃台湾挂包吧，我老婆的挂包做得不错，什么花生粉啊、香菜啊，他又会做点小菜啊、凉菜要放在挂包里面。香港人吃很多好吃的了，但挂包我想他没吃过。周润发吃了之后，我觉得周润发会更发。